年了，想把这个年味给吃下肚吗？各餐饮业者真的比创意，包括像港点业者就把奶冻做成麻将造型，那么还有豆皮的春联都出现。和牛牛五花铁网上制出诱人肉汁，后切牛舌、伊比利猪、大干贝、鸡、猪、牛海鲜统统有。抢购年节商机，烧肉业者再出招，只要点春节套餐，还能玩扭蛋。投入代币转两圈，颗颗都是惊喜，离头餐点券直接现场换。蛮酷的，因为其实我之前没有玩过这个，然后它里面有好像是有商品，然后像我刚刚有换那个地瓜起司烧，它可以吃到很多种的和牛的部位的肉这样子，加上说他们还有那个牛蛋，然后会让人家觉得有惊喜感。免费餐点加菜，转到什么送什么，年节外食要想新春气息，还有这家。过年写春联，但这可不是拿来贴的。豆腐皮特制的春联纸，写完还能下锅煮。福气春字，大口吃下肚。豆腐皮甜菜根上色，亮眼炫红，增添喜气。毛笔沾上浓稠墨鱼汁，写上祈愿祝福，开启好兆头。也蛮像的，刚刚写好几张，还蛮有趣的。我现在写春联这样。可以将今年的愿望跟福气写在春联上面，再下锅煮净。那另外的话，也搭配我们今年限量推出的香辣水饺，它的话就是财源进宝，很像元宝一样。这是您预购的台语点菜扭转乾坤哦。防疫考量，外带年菜六六折优惠，取意六六大顺。有业者将国粹直接做成糕点。特制白奶冻，黄绿色底层，让人好想摸一把。麻酱般逼真，却是浓郁奶香、柔嫩口感。另一道开运流沙包吉祥话印上头，港点新春套餐也是年味满点。年菜外食美味之余，还得够吸睛比亮点。记者黄杰曾雨欣采访报道。